朋友们，今年的第一顿四季豆它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接了好多呀，特别能接这个四季豆，那边都是。等一会儿呢，哇，好多好多，下面还有，这边也有，等会儿摘了，应该够我跟我婆婆，一家吃一顿是够的，暂时，后面还会有很多长出来，哇塞，刚才收获了一大堆四季豆。长江豆也已经在接了，再过一段时间我的长江豆也能吃了。比起四季豆，我更喜欢吃长江豆。好像空心菜长得也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应该照这个长是半个月吧，十天半个月应该空心菜就能吃了，期待空心菜。空心菜在日本卖的蛮贵的。刚才在院子里好像看着不是很多，这样装一个大篮子，装了一满满一篮。现在在等针回来，前面那个马路对面马路已经在亮了，应该是公公的车过来了。公公去车站接的海渡跟针回来。我开的。海渡ヒロド君寝てます。嗯。お疲れ。辛苦了。他在里面睡觉。お父さん、ちょっとこれ硬げ。バナナだけで腹減った。你下午不在家呀？你出去玩了呀？寝ちゃったの。喜んで迎えに行くって言ったら、乗った途端寝ちゃった。来看一下。抱っこしようか。お父さんありがとうね。海斗吃完了自己回来啊。他真的是一坐车就好容易睡觉，因为最近他去幼儿园早上起来的比较早。你先进去吧。我开了空调了。お部屋が綺麗。よいしょ、ヒロ。寝ちゃったよ。お風呂は？不要。那你睡吧。明天早上起来洗。お父さんがね、福井で亡くなったじゃん、哲夫さん。それの お参りとで夏休み福井に。でその時に花火大会があるんだって。お父さんの実家。そうそう実家で。そこに合わせて撮ってくれたっていうから。もう誠に聞かずに撮った。行く気満々、じじは。夏休み私も帰れなくなったね。ちょっとビザの取り方と期間が分かんなくてちょっと間に合わなくてごめん。だから9月にお休み取って。取れるの？取って一緒に、そんな長い間取れないけどちゃんと取って。カイトもヒロトもいろいろあるからあんまり行けないけど3年ぶり。お母さんにも言ったの。理解してるけど、多分ねちょっとと思うよ。ややが寂しいよな。帰れ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は理解できるから。いや全部あんたのせいじゃないよ。私もそれでビザを取るそんなに時間かかるは分かんなかった。ごめん。次はビザ申請した日はいつだっけ？8月10日。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国。因为上一次我们两个人有开车去那个比萨的签证中心，然后后面呢他就去那个马来西亚跟泰国出差十天，对吧？回来以后那段时间我又生病，我们家连着发烧啊，病毒感染。后面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前两天就在办那个申请签证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是七月一整个月全部都不能预约了，全部不能预约，对的，都不能。然后我们后面预约到的日期9号是吧？9号、10号签证中心才有，就是签证中心才让我们去申请那个日子。所以呢，那我们10号申请签证可能还要2-3周，然后呢，我们签证下来以后才能再买机票回国。所以呢，8月呢就来不及了。所以嘛，그러면요가다도그러와카이도。就是那个 Sabix， 对啊 ，Sabix 的话，就是老大在上的那个塾，居然8月是日本这边放假嘛，然后他那个塾里面竟然是有一个集中，
那一段时间天天都有考试，天天都有考试。可能我们九月错开这个时间段，九月回去呢也更好。ちょうどね私の誕生日もあるから、お母そうすると家族、中国の家族と一緒に過ごした。わかった。ちょっとそこに合わせて、うん。ちゃんとね休み、休みよ。取ってね、頼むよ。わかった。了解。嗯，了解。就呢，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啊，本来是打算八月份回去的，不知道签证中心居然预约还要排期。嗯，旅行証だけちょっと。对啊，早めに行かないと。あの昨日友達と話して、彼女も子供の旅行証やってる。昔のやり方と違うの。今帰、那我带些海豆之类的一个。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要带海豆去大使馆。海豆是办那个旅行证。老大呢是在深圳出生的，所以呢，那我是中国籍嘛，老大就是自带中国籍。那老二的话是在日本生的。然后我生下来他的时候呢，我已经拿到了永住了。所以啊，如果有在日本的朋友，大家还没有拿到永住的朋友，拿永住一定要考虑一下。就是呢，你一旦拿了永住以后呢，你在日本生的孩子就拿不到中国的那个旅行证了，也就是等于说变相你放弃了中国国籍。我办一个。嗯，你上去吧。这点呢是我之前也不知道的。我如果之前知道，我就不会在日本这边申请永住了。今天白天。海豆跟杨翔带小朋友来家里玩，把我们家这个水龙头给弄松了，对吧？我现在不能浇水，今天。啊，こういうこと？对。あれ、これだけだった？我不知道哎。他们子供たちねここで遊んでたの。見た時もこうなっちゃった。哇，真棒，マコ、すごい。できた。嗯。よし、ちょっと水やってくるじゃん。嗯。这边我种的是黄瓜。黄瓜って何？キュウリ。キュウリ。哦。嗯，多撒一点啊！今天白天都撒不了水。啊，乌鸦，你看，又把我的那个菜给拔了。上一次听大大说可以在菜园子里面挂那个彩带呀、啊，或者是光盘什么的，我明天出去去买那个彩带回来。放在院子里面。上は大丈夫。根は一番。上から水かけてもらった方が気持ちいいでしょ。我々も。那行，那我先回家了啊。啊，那边都有啊。啊，那边。我回家做菜了。嗯。